Live from me to you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Pastor James 贾晨牧师。我还记得我们在做留学生或是新移民的学生的时候，我们父母辈常常这样子来调侃我们啊，说你们这些小子啊，就把我们父母当提款机啊，平常都不理我们，一接到你们电话，没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银行又没钱了。哎，亲爱的朋友，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不觉得我们把他们当提款机来看待啊？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，是我非常喜欢的故事。一位富翁爷爷，有一天他邀请了很多的孤儿到他们家，请他们吃饭，说故事给他们听，并且一起玩耍。在结束的时候呢，父亲爷爷就对这些孤儿说，爷爷家里所有东西你们可以选一样带回家，爷爷要送给你们。哇，这些孤儿们非常高兴，有的去拿 iPhone 12， 有的去拿平板电视，有的拿一些这个稀奇的珍宝和古董。结果大家都拿完了，却有一个小孩子站在富翁爷爷的前面，眼睛闪烁着看着他。这个富翁就说，小朋友啊，你怎么还没有拿东西啊？你想要拿什么回去呢？这个小朋友看着富翁爷爷说，爷爷啊，我可以把你带回家吗？哇，这故事每一次我边想哦，就非常的窝心。因为其他的孩子经历到了富翁爷爷的祝福，得到了富翁爷爷的这个物质的丰富，但这个小孩子他得到了富翁爷爷的那颗心。很多时候，朋友们，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专注的是别人手中别人能够提供我们的好处，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却忘记了最重要的还是对方这个人。很多时候，身为基督徒的我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不知不觉的，我在乎上帝的手胜过上帝他自己。哦，我很期待上帝用他的手来祝福我，可是我却好像却没有那么的珍惜，或是为了他自己而感谢。我们是否可以重新的来看看我们周围的人？对他说，我感谢你，我珍惜你胜过你能够给我的好处。是否我们也可以来到上帝面前，可以对他说，是的，谢谢神，你听了我的祷告，你帮助我的生命，但是我在乎的，我最感谢的是我生命中有你这样子来爱我。我相信当我们再一次把对对方视为提款机的态度重新调整一下，我们生命会非常的温暖，非常的充满爱，并且呢，真的是值得我们一再去品味。感恩的季节就是一个把人当人看，重新来感谢我们每一个身边的人和爱我们上帝的时刻。哎，你不是提款机哦，你是很宝贝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Live from me to you. See you next time.